这一位也是辽宁抚顺的同修，他说：“我们从黑龙江省宝光寺打白日佛旗，参加佛旗的大众，一致以为这种念佛方法好。”这以前念多少年佛啊，只是嘴念，没有达到心念。那么通过这种念佛方法，体会到心念佛的微妙，大家都觉得这样念佛方法应该推广。这种方法主要是要求七天念100万，每一天14万3，每天14万3，止语恰念珠计数，金刚持追顶念佛，古城寺要求念念入心。心想嘴默念耳听句句分明，都摄六根净念相继。他通过此法，部分人达到不念自念，有人已经保持3年之久。夫妻要求每天早晨2点半起床，3点起香，晚上9点休息，是用此法修行，人人法喜充满，发出忏悔心，勇猛精进，坚定了心愿行，大家都发愿，精神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再由这个句子我念不通哈，是再有无，这是什么人呢？是人天帝王福报意愿放弃，宁舍生命道心不退，听老法师的教导，做学佛人的好榜样。我们觉得用此方法念佛非常得力，请教法师你老人家，我们用此方法念佛是否如法我们大家盼望你老人家速速回音。这个方法是一个好办法。也是属于认真念佛的一种方式不过他们使用的追顶默念不出声音。如果功夫用得得法多好，能够一天念143000声佛号佛期当中能够完成100万声佛号，这个都是特定数量数目，决定的完成北方现在这个时节很冷
晚上2:30起床，3点钟起香，念到晚上9点休息，实在是不容易，这是值得我们赞叹的，这个方法可以行。这是东北董居士，他说中国东北黑龙江有一个念佛堂，那董居士带领50多位同修念佛，听老法师讲经带，他说现在呢遇到一个问题，一部分同修还同时在念中华养生一致功，大概是练功练气功，创始人张宏宝主张三教合一，练气功辟谷，董居士多次劝导他们要一心念佛不夹杂，但是作用不大，特请老法师慈悲开示，救救这些善良的人。因为老法师讲的话才有说服力，他们才会听。确实是这样的吗？我说的话也未必有说服力啊，不过我可以劝导大家，现在这个世间灾难很多，要认真的发心求生净土。我们这个身体不重要啊，不必为这个身体付出太多的精力，太多的时间，每一天去练这个身体，真的能得强彻这个长生长寿吗？如果练身体，这个身体就会长寿；不练呢？这寿命就会减短。那命运跟因果轮回可以推翻了。古人所谓一因一果莫非前定，那这个话是虚妄的，不是真实的。如果要知道业因果报这个理论与事实是正确的，我们何必用那么多精神用在保养肉体上？没有必要啊！我们看到世间有钱富贵人家天天讲求保养，身体也不见得健康寿命也不见得长，还是逃不出因果定律也就是逃不过命运的主宰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们又何必花那么多的精力用在这个肉身上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，误导了我们。身体健康
最重要的是要心清净。心清净呢，身就清净。身在饮食起居注意卫生，养成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，身心健康，我们外面环境就健康。所以医报随着正报转了，如果过分重视这些世俗的观念，一定就违背佛陀的教诲。佛告诉我们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识就是念头啊。所以佛常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凡事顺乎自然就健康，违背自然呢，这才产生疾病啊。为什么不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随顺自然？佛教导我们随缘度日啊，而不攀缘，这是最健康的生活方式。经上常说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许多人都听过这个说法，但是这个话里头真正的意义是什么，懂得的人并不多。如果你真的体会得了，我相信你会勇猛精进。为什么？你知道这个机会太难得了，太不容易了。一定要抓紧着宝贵的时间念佛求生净土。这是对于佛法，对于事实真相，对于西方世界有真正认识、认识透彻的人，他才死心塌地，一心称念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练功养生在佛法里头没有。那我们要问，佛法里头有没有啊这个锻炼身体的呢？告诉诸位，有。佛法不是用练功的方法，也不是用打拳的方法，也不是用体操的方法。佛用什么方法呢？精行、拜佛。拜佛是运动啊，精行也是运动。精行适合于中年以上，最好的运动。所以念佛堂念佛主要的这个方式是绕佛，直径坐下来念佛那是绕累了，走不动了，不得已坐下来休息一会儿，休息好了还要起来绕佛，所以它是用
这个金行跟这个拜礼拜呀、啊，用这个来做运动啊，这个运动好啊，这两种方式都好，心清净啊，身在运动，非常符合养生的原理啊，心要静，身要动。啊，所以佛法不是没有啊，我们念佛堂就有啊，念佛堂的运动足够了啊，何必还要搞去练功呢？啊，查遍大藏经，佛没有教人练过功的。啊，那么董居士劝导他的这些话都是正确的。希望大家多读佛经啊，我们一切依照佛陀教诲呀来做，这样就好。这一位同学问，他说有一家三口人都学佛，有一个小女孩是5岁左右啊，得了妇科病。走了很多医院也没治好啊，他的妈妈啊就带着这三个人都吃素啊，孩子想吃肉，他妈妈说肉有毒，吃了得病啊，孩子就不吃了，可是害怕孩子啊，孩子姥姥知道左右为难，每天都带孩子上早晚课念阿弥陀佛，孩子是出去玩或到这个幼儿园或小朋友说念佛，小朋友笑话他很难，可是到现在呀，很长时间不但孩子病了没有好，孩子的爸爸妈妈也有病了，一天忙上班，哎，忙着治孩子的病吃药啊，忙这个早晚课念佛听经，还忙着家务啊，说忙成了一团，请法师啊开示。这个学佛最重要的是要把佛法的道理搞清楚，修行的方法搞清楚，如理如法的修行，才能得到佛法的好处。如果道理不懂，方法也不明了，这个就是所谓的盲修瞎练。就很难受到效果。那么我不知道他们学佛有没有老师教导他。看这个情况呢，好像没有善知识指导啊，最好就近啊找这个对于修学有一些功夫的人，就近向他们请教啊，这个样子比较好
啊，这个修学也要顾及自己的生活环境。佛家讲的切机切理呀，啊，我们依照佛教理论方法修学，但是自己在生活环境上有障碍，有困难。怎么样能适应、能改进？这都是问题。啊，都必须面面我们观察清楚了，才知道应当用什么方法。那么学佛素食确实是有它的好处，尤其是现代的社会，从这个肉食里头啊，传染的病菌特别多，啊，这个世间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这些病症，多半都是从饮食而来的。那么素食是比较好一点，但是要懂得，佛教人确实是恒顺众生，绝不带丝毫勉强。佛陀在世那个时代是实行托钵的制度，一切都要给斋主啊方便，所以斋主供养什么就吃什么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这是那个时代的环境，佛教传到中国来，最初生活习惯也是随着中国一般状况。中国佛教改成素食是很晚的年代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中国素食是梁武帝提倡的，那么在梁武帝之前，中国的出家人也不是素食，所以现在在全世界学佛吃素的只有中国人，除了中国之外，像日本的佛教不吃素，西方的佛教也不吃素，泰国、斯里兰卡的佛教也不吃素，绝对不是说吃素就有很大的罪过了，不可以这样说法。那不吃素能不能往生呢？一定能往生，为什么呢？净土三经就是五经一论里头，并没有说吃素的人才能往生，不吃素不能往生，经里头没这个话。我们要以经为标准，经上并没有这个说法。但是我们只可以说，素食对于中年以上人的这个健康有好处。实在讲，梁武帝提倡素食是从《楞伽经》里头引发的，他读《楞伽经》读到菩萨慈悲不忍心食众生肉，这样发现的。所以不吃众生肉
是培养慈悲心的。那我们今天都素食了，多少年都不吃肉了，试问问有没有慈悲心？如果慈悲心没有了，甚至于我们的慈悲心还不如那个吃肉的，天天吃肉的。他对于苦难众生，他真的帮忙，真的去救济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事出世间善法了，总在发心呐。发心要真诚啊，这个才是真实的功德啊。修行更要如理如法啊。如果他能够读经，希望他常常读经，常常听经。如果这个教理上没有相当的认识，我们做到如法修行呢，确实是不容易的事情啊。所以我是常常劝初学同学啊，为什么劝他发心学佛呢？首先要将《了凡四训》念三百遍啊。我为什么要这样劝人？没有三百遍，你的印象不深刻，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提不起关照功夫啊。天天不间断用上一年时间，每一天念一遍《了凡四训》，这一年功夫下去之后了，印象深刻，起心动念呢，就会想到，哎，《了凡四训》里怎么说的？确确实实能够帮助自己改过自新，它产生作用啊！这个是学佛的初步啊。其如佛境界，我们学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天天要念的，每一天至少要念一遍的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都是帮助我们在念念当中提得起观照功夫。这个观照就是提得起啊，让我们想到啊，佛在经上啊是怎样教导我们的，我们如何依教修行啊，念念不违背佛的教诲，我们才会有成就啊。佛教导东西我们不熟记不住，那么在生活上对人对事对物依旧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，这怎么行啊？这样修行功夫当然就不得了啊！所以这些道理啊一定要懂啊，要劝导他的时候多听经。这位同学问了四个问题啊，北京的同学。现在很多人被鬼神附体，他们大多有一些神通，有人用神通做一些善事，并皈依了佛门，甚至为别人讲经说法，以此诱惑了许多学佛的人围着他转，最后啊自己也做了魔。请问法师，就这种现象呢，
为我做一个开示。这个现象呢，在《楞严经》上。你回去把《楞严经》找出来，好好的看看。经看不懂，看云严法师的注解。这个《楞严经》近代注解的人也很多啊，是以云严法师的这个注子比较容易看，他是深入浅出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这魔附身。那么这个魔，经上讲的阴魔，种类很多。大别呢有五十类，每一类里头那详细分呢非常复杂。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常常有啊。我们遇到了，千万不要好奇。不要向往神通，不要向往感应，就能够远离魔事。遇到招魔这些人，实在讲，我们自己功力不够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还敌不过魔。那只好远离。否则的话呢，你想帮他忙不但帮不上，会惹自己惹上麻烦。严重的确确实实无法挽救。我们在国外看到很多最后都是住到神经病院。医生说他是神经分裂症。关到神经病院，等于终身监禁，非常痛苦。凡是招魔，都是喜欢神通，好奇物怪，不是老老实实修行的。老实修行人不会招魔的。那么多看楞严，你就了解了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说依靠鬼神做梦、算卦、抽签护法神等等管理道场，而不依靠人，这个规章制度这样做如法吗？这样做不如法。佛教导我们，对鬼神我们要敬重，但是我们决定不跟他学习。我们是佛弟子，皈依三宝。我们向谁学习呢？我们向三宝学习。向佛法僧学习，绝不依鬼神。鬼神纵然发心护持佛法，我们尊敬他为护法神，但是我们也不能跟他学习。佛陀在世亦佛，佛不在世了亦法，以法为师法是经典的，依照经典的理论教训去做。经典有时候太深，我们初学的人看不懂，可以看著书。看古人的注解，
古人注解比较可靠。啊，今人注解呢，这个除非是不得已。啊，为什么？古人的注解至少也流传几百年了。如果他的见解有错误的话，这个书啊，决定会被时间淘汰掉了，不可能再传下来。能传下来的，时间越久，它越有价值，也就是越可以相信。啊，那么今人的著作呢？还没有经过历史的考验啊，所以我们看注解以古人注解为主，古注实在看不懂了，看看现代人怎么讲法啊，用它来做帮助啊，决定要用古注为我们的依靠啊，这样就不会也出错了。我们亲近善知识，至少啊，也要先打听打听这个善知识的师承，他是跟谁学的？那个无师自通啊，是很不可靠的。一定是有老师传承的啊，所以我们要问问他老师是谁呀？啊，那如果这个老师啊是社会大众，特别是佛门里面这些在家出家的大德啊，对他都敬仰、都尊敬。都赞叹，大概这是可以相信的了。啊，如果他的师承有问题，他的可信度啊也就有了问题。啊，这是我们亲近善知识啊。一定要预先打听一下。啊，他从哪里学的？他的老师跟哪个学的？啊，至少啊，要了解三代以上，啊，知道他这个沉船。这才我们从这个地方建立了信心。亲近善知识，所以佛都教导我们，佛为我们制定戒律，僧团里面给我们制定规约，教我们依照章程制度。那么在中国，中国佛教的特色是丛林，所以丛林的制度是中国佛教，马祖建丛林，百丈立清规，清规是戒律的现代化，是戒律的本土化，就是中国化。在中国这个地区，一定要适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，戒律的精神不变，条文有修改，那么从此之后，
在中国各个寺庙都有各个寺庙的规矩啊，有每一个寺庙里面他们自己的规章制度啊，这就变成了每一家的家风了，甚至于他们的功课仪规也有不同啊，各有各的家风，都有成就啊，都有师承啊。啊，他为什么不一样呢？戒淫众生根基不相同啊，所以用的方法手段就不一样啊，决定能令大众啊的利益啊，所以不可以啊依靠鬼神啊。第三个问题，就是年轻人辞去工作，把孩子丢给老人，自己去修啊，去道场修行，如法吗？这个要看看你家庭的环境。如果你家里面的老人乐意啊，欢喜，这就如法。如果你家的老人不愿意不欢喜啊，你给他找麻烦，那就不如法啊。所以这样完全看自己家庭的环境啊，你们家庭一家人对佛法了有多少认识啊，佛教导众生头一个孝养父母啊，所以家庭和睦啊，是学佛的头一桩事情啊。学佛搞得家庭不和了啊，无论你说用什么功夫，都是枉然啊。为什么？我们看结果嘛，你家都不和嘛。你怎么能跟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啊？中国谚语都常讲家和万事兴啊，佛门里头谚语也说，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僧战胜啊。啊，我们虽然修学啊不同的这个法门，不同的宗派，要能够彼此互相赞叹，互相尊重，互助合作，佛法就兴旺了啊。如果彼此对立，彼此排斥，这是灭佛法，不是兴佛法啊。灭佛法谁干的？魔子魔孙干的，绝不是佛弟子干的啊，这个道理啊都要懂得。后面一个问题，它是一个真正的净土道场，在佛诞日时组织是拜山活动，如法吗？如果是一个真正净土道场，应当要学习印光法师啊，这是我们最近的一位祖师大德啊，以苏州楞严山道场的规矩作为我们修行的依据啊。当然这个道场在中国啊，在中国江苏省，我们在外国，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背景跟中国不一样，所以有些地方可以修改，但是根据什么修改呢？要根据祖师的规章制度啊。这个规章制度在此地可以用的，
我们一定要用。在此地不能用的，适度的修改，啊，使我们这个地方用起来很方便，这样就行。啊，所以我们的这个念佛堂的规矩也是有依据的，不是随随便便的，啊，这个自己定的，不是的，啊，都是根据祖师的教诲。这位同学问，他说佛堂供在卧室，晚上睡觉时用布帘拉上是否如法？如法。在现代大都市里面，这种情形越来越多了，啊，我们的居住空间呢越来越小，所以有很多确确实实呢是不得已，啊，把这个佛堂啊供在自己卧房，啊，在卧房里面最好能做一个小佛龛，啊，昨天有同学问，啊，我们在不是在做扩送的时候把佛龛的门关上，啊，扩送的时候门打开，啊，没有佛龛呢，你用一个布啊，做一个帘子拉上也一样，啊，这都很好，啊，都是我们一点的这个敬意，啊。这位同学说，他说本人是一位在家修行居士，曾经在一次入定中，就是在这个星期天举行的佛七大会向时，见到许多水在流动，向上不停地流，不知是代表什么意思，请法师开始。这个水向上面流，我们这个世间的水是往下流，水往上面流有没有呢？有。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西方极乐世界的水可以往上流，啊，所以你看到的境界是好境界，啊，那么看到境界之后不必放在心上，啊，也不必常常跟人说，这就是好境界，啊，这是一种感应，啊，那么从这感应至少可以肯定你在净土这一方面呢有很深厚的善根，啊，这个是可以肯定的，希望你继续努力，啊，要珍惜，啊，过去生中修学的善根福德因缘，啊，这一生认真努力你一定会有成就。这是辽宁省的同学，啊，他是我们念佛堂有一位同学学佛很精进，学佛四个多月他就得到法喜，啊，妄想也少了，啊，他老两口共同修行，每一天早晨3点多钟起床去白塔公园绕佛，而且呢天天都去念佛小组念佛，有一天树神附体，就和另外同修对话，树神说他修行300多年了，想在我们念佛小组修行，大家都不同意，让他去寺院。书生说：“寺院我去过了，
没有念佛小组亲近，如果你们不同意呢，我就走。啊，树神这样慈悲，啊，就答应了。啊，答应他了。但是向树神提出要求，啊，绝不能影响别人念佛。树神也答应了。树神也有个要求，要看净空法师讲的《无量寿经》。他说在我们念佛小组和我们一起看，一起看完101盘啊，净空法师你讲的地藏经，我们大家也看不见他，所以他不说我们谁都不知道。这请老法师开示这件事情如何处理好，我们念佛小组完全遵照师父的教导，上午念佛，下午看师父讲经光盘。这个事情现在呀，还很多了啊，我常常碰到这些问题。你们念佛小组啊，可以跟树神供个牌位。供在这个佛像的旁边，供个小牌位，这样就好。啊，这些鬼神呢是很善良的，啊，他也会护持你们。他讲的话没错，你们叫他到寺庙，到寺庙没有念佛堂，没人念佛，也没人听经，啊，他觉得你们不错，啊，那么他修了300多年，功夫还不深。那我们上一次听到那个白果兴隆寺到这边来给我们报告的，他们是山神，啊，那些山神修行已经3000年了，啊，现在才找到净土，啊，也是修这个求念佛往生，啊，所以呀，这些事情我们常常听到，对自己是一个警惕。鬼神现在都在修行，都在念佛听经，我们要不认真地干，连鬼神都不如啊！啊，要认真努力啊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说供佛的水是表法的，供水呀，表示清净心的。但这个供佛水是开水呢，还是五根水呢？如果供开水，暖瓶里的开水，第一杯先供佛，如果先喝，这个第一杯水是否不恭敬呢？请老法师开示。这个供水，你既然懂得是表法，我们以真诚恭敬心去做，就很如法，啊，就好，不要去想着开水，也不要去想第一口、第二口，不要去分别，不要去执着，要知道这个供水呀，是代表清净心的，不是给佛看，给我们看的，最好这个供杯呀，用玻璃的。因为玻璃杯是看得很清楚，看到这杯水就要想到我们的心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，我们的心要像水一样平，就是说用平等心待一切人，我们的心要像水一样清净，没有污染，用清净心对一切众生，表这个意思的，所以这杯水在佛前呢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要用清净心，要用平等心处事待人接物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
大佛的问题就到此地。